OK， 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又到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环节，也就是感谢名单的环节。待会儿，哎呀，那边怎么了？这边有一条龙啊，怎么雄起？雄起是什么？加油他！谢谢你们，小心哦，那个手抬久了手会很酸，那个二头肌也就这样就出来了，练肌肉。OK， 好，当我练到一些朋友跟单位的时候，希望现场所有朋友可以给予他们最热情的掌声，感谢他们，好吗？感谢首席冠名东风标致 308S。 大家有没有看到座位上的海报？扫一扫那个海报的二维码，可以看到有我代言的东风标致 308S。 大家快去体验吧，放肆出众，我无所谓。我是代言人，所以我必须把这段话讲完，很重要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，哎，你们没有鼓掌啊，拍手，谢谢。好，感谢维喜文化，谢谢。感谢大国文化，谢谢。感谢重庆演出公司，谢谢。感谢雅文贝优，谢谢。感谢重庆华侨城，谢谢。感谢唱片公司华纳唱片，谢谢。感谢经纪公司喜鹊娱乐，谢谢。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OK， 接下来唱这首歌。什么歌？难道你们不想听别的吗？想听什么？原谅我。我先把这首歌唱完，好不好？